半类软骨隆鼻呢，一般就是生物材料硅胶或者膨体，再加上这个类软骨。硅胶膨体是填充，是这个抬高鼻背的位置，鼻尖和鼻小柱的延伸呢，鼻中隔的延伸呢，是采用的是自体的类软骨进行植入。全鼻呢，全类软骨隆鼻呢，就是鼻背和鼻尖、鼻中隔这些所有的植入材料都是由类软骨这种一种材料来完成的，就是两个术式的区别。